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i， Della 好，大家好。今天呢又想你和大家呢的听众分享一下一个呢都挺常见到的，尤其是现在都市人的生活习惯之下呢发生过一个问题，就是呢便秘了那个情况。因为呢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饮食习惯啊、生活紧张啊、压力啊之下呢，其实这个便秘这个的症状呢都很常见到了，在大部分的人的时候，甚至乎呢就是连啲小朋友啊都会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在临床上面呢，那个便秘那个界定呢，因为呢 在不同 的医生的范畴呢，他们都那个相对那个便秘那个界定呢都有不同的。所以想袁医生帮我们听众呢再解释一下怎么样即为之是一个便秘。便秘当然呢是好一个可以讲冇乜人话唔知嘅嘢吓，咁其实咧两种情况之下，我都叫做便秘嘅。系一种咧，你系大便，但大便过程好困难。系咁呢一种，咁另外一种咧，你有便意、但系咧你就屙唔到。咁即系呢种咧，我呢种情况我都叫做便秘嘅。咁便秘嘅成因即系好多吓，又可能因为个肠道嘅病啦，或者神经系统嘅病啦，可能因为情绪压力啦。或者可能咧腸咧就係鬆弛嚇，即係冇乜彈力啦。或者嗰個蠕動力嚇，嗰個即係太過即係不足啦嚇。咁亦都可能因為我哋嘅飲食方面咧缺乏嗰個纖維啊，或者脱水啦，缺乏運動啦，或者可能因為啲酒因為啲藥物啊，啲藥物啊，啲西藥咧好多副作用都會有嘅。咁但係咧當然咧比较少发生咧，就系条肠塞吓，那个大肠直情系塞咗咁样嘅。咁症状方面咧，通常都系会出现咧个粪便咧就有硬啦、干啦，或者太软啦，或者咧即系大便嘅时候好痛啦，肠气啊，胀肠气啊，放屁啊，同埋呢个痔疮咧，都呢啲系主要嘅便秘常见嘅症状嚟嘅。咁亦都有时候咧，觉得佢成个人咧情绪咧系晕晕沌沌啊，个头脑唔清醒啊，口气重啊，同埋咧嗰个体气重，那个体味重咧，都好多时候咧就会出现呢个便秘嘅。嗱，喺我哋嘅洗肠嘅资料里边咧，我哋成日发现咧有一种情况叫做大肠污染。百病重生，咁、即系你条肠咧系藏即系粪便啦、污糟啦吓，嗰啲即系食咗食物嘅渣滓，最后就去到粪便，等待排出去噶嘛。咁如果呢个嘅粪便咧喺个肠嗰度咧，成日咧就冇畅顺地排，即系永远都系排唔得晒嘅咧，咁呢个咪沤一个屎坑咯，系咪？咁你嘅身体嘅屎坑吓，啲粪便不能咁积喺度，咁啲粪便。是会被我们身体肠里面那些淋巴血是吸走的嘛，会吸的嘛，它不会说这么坐到不动的嘛。好啦，那这些这毒素肠的污染的毒素呢，在个被血液吸了呢，如果这些这样的不干净的血呢去到身体不同的器官会产生不同的东西咯。如果去到个脑袋里的人这个人晕晕沌沌去到隻眼视到蒙糊咯。去到个口腔嗰度啊，皮肤嗰度咧，咪有啲寒气啊、口气啊咁样。去到肝就认为肝嘅毒素增加啦，去到肾有肾嘅症状啦。咁所以咧去到乳房佢好似我有个70年代有个科学嘅文献啦，就发现咧便秘嘅人咧嘅女性咧嗰个乳癌嘅乳腺嘅分泌嗰啲异常细胞系多嘅。咁即系话咧有可能同嗰个乳癌咧都有关系噶嘛。咁所以。嗰、那個便秘嗰、那個其實嗰、那個問題可以好嚴重
咁亦都可以好多嗰啲啊，当然啦，本身嘅便秘咧啊，亦都有啲啊，有啲我哋叫做啊嗰啲叫 complication 啊，并发症，并发症啊，有啲并发症咁样嘅。咁当然表面上便秘会唔舒服啦，咁但如果持续咧，咁有阵时咧会导致咧肝嘅粪便咧系即系塞住咗嘅，啊令到你嘅大肠咧结肠咧系出现嗰个堵塞嘅问题，咁嗰时咧直情咧就要攞手去挖佢出嚟嘅，吓、要直情整出嚟，咁亦都可能咧会令到你个肠肥大，啊咁、我哋喺医学文献咧有时见到啲人咧长期嘅便秘咧，所咗出现咗一个肠嘅肥大症，嗯，咁呢肠嘅肥大咧系致命嘅。有啲人咧係即係突然之間會穿啦，因為佢長期嘅便秘啦，咁導致咧佢腸會穿啊，腸起泡咁，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咧係一個併發症嚟嘅，便秘嘅併發症。咁所以大家咧唔可以忽視嗰個便秘啊。咁我哋呢個大康自然總中心咧，係我哋差唔多幾十年前咧就已經引進嗰個碗腸水療嚇入嚟香港嘅。咁好多好多，我即係呢個碗腸個客都好多好多，好唔好？即係好明顯咧，便秘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嚟嘅。冇錯。好啦，咁嗱，我哋當我遇到係有人便秘或者屋企人有便秘嚇，咁我通常要留意咧，成日都係講翻望聞問切啊，中醫所望聞問切咁樣樣。咁起碼你望下個人啦。即係嗰個人咧，當佢便秘嘅時候咧，佢係採取咩嘅位置去大便嚇？即係佢會唔會要企喺度屙咧？咁當然少啲嚇。咁、再睇下佢嗰、那個出嗰、那個糞便啊，嗰啲嗰啲顏色啊，或者嗰啲質感啊嚇啊，咁同埋咧嗰個那個人咧係大便嗰時，譬如係細蚊仔咧，係咪喺度好辛苦喺度焗下嘅啊？咁仲有咧就有冇痔瘡咯？啊，睇下痔瘡係點樣啦，咁樣好啦。咁啊，聽下病人講啲咩嘢咯。咁如果你發，如果嗰個人講到俾你聽咧，其實咧我腦筋好唔清醒嘅啊，但我自己平時咧我便秘，但我中意食埋啲薯仔啊，同埋啲食飯嗰啲咁樣。咁呢個咧你會諗起一個療劑咧，就係、是、嗰個氧化鋁啊 ，Lumina。Lumina 是一个氧化铝的疗剂来的，头脑不清醒，喜欢吃薯仔啊、饭啊那些样。好啦，如果你听到那个人说我的肛门很干到死的，那你即刻想到有几只疗剂啦，除了那个氧化铝 Lumina 啦，还有呢就是那个白蛇根啦 ,Brownia 啦，还有个Nux Moschata 呢就肉豆蔻，这三者呢都有些分别很干的情况的。咁如果你都聽到個病人咧，成日咧都係好中意好私家嘅，即係好中意即係大便唔好嘅，咁但係咧佢就一定話我要翻屋企先得嘅，我翻屋企先屙得到嘅，咁你嗰陣諗到咧，呢、這個咧亦都係一個白蛇根嚇 brownie 嘅症狀，佢中意歸家嘅。好啦，咁亦都如果聽過個人咧話，嘿，我自己搞掂噶啦，呢個係我嘅問題嚟嘅，我自己搞掂啊。咁即係呢種咁樣嘅講法咧，咁即係一個比較上咧係為即係好負責任嘅人嘅。呢種係鈣型嚇，嗰個碳酸鈣 calcium carbonate 啦。好啦，如果你發現呢個人咧就話咧，我又口又乾，我又鬼咁眼瞓嘅咁你就諗咧就嗰個Nux Moschata 咧就個肉豆蔻呢個療劑嚇，咁。如果佢咁講俾聽咧，其實咧我仲好多氣啊，啲放屁，啲氣谷到我好痛嘅啊，尤其是朝頭早三點鐘起身嘅時候咧，我就想去噶啦，但系咧我有個便意喎，但系就去唔到嘅啊，咁呢個咧就係嗰個馬前子嚟噶啦 ，OK， 好啦，咁仲有一個情況咧，如果你嗰個病人講俾聽咧，其實我嗰個糞便咧，即係常係想屙出嚟，但屙到咁上下咧又縮翻落去。即系缩翻落去嘅，呢、這个咧就系个直 silica 呢个疗剂嚟嘅。OK， 咁如果个病人讲俾你听咧，佢话咧，我屙便嗰时候咧，我成日好似觉得我条肠咧大肠啲，好似全部要啲下坠想跌晒出嚟嘅。咁呢个就墨鱼汁吓，呢、這个咁样嘅症状嚟噶啦。咁当然咧要问下啦，好紧要噶吓，问诊好紧要噶。咁问下佢便秘呢个问题几耐啊？啊，即系咪出现咗几耐，或者上一次几时屙嘅？佢可能哇。成一個禮拜之前先屙嘅，咁即係睇個了解嘅嚴重性啦。咁問下佢咧，平時嗰個大便咧係一個禮拜大概即係屙幾次啦嚇？譬如上個禮拜又屙咗幾多次咧咁樣樣。咁同埋咧，上一次屙嘅時候有啲咩特別咧？嗰個大便嘅糞便係點樣樣咧？如果佢有機會睇到啦，有冇血啦，痛唔痛啦咁樣樣。咁同埋咧。
就你最近食过啲咩嘢咧吓，或者你饮水够唔够啦，足唔足够啦？平时有冇做一啲运动啊？咁样咁有冇其他嘅即系伴症吓？咁呢啲都可以问嗰、那个问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病人嘅。OK， 好啦，简单嘅指引吓。咁、如果啲便秘咧系因为干吓、因为好干啊，咁亦都系即系冇乜便意啦。啊，咁如果人咧同佢傾偈咧，覺得佢人好似暈暈頓頓，唔係好清醒咧，咁我哋個療劑就係嗰個氧化鋁 alumina 氧化鋁啦。好啦，咁如果啲人咧嗰、那個大便咧係比又大又乾啊，又大又乾啊嘅時候咧，同埋咧佢平時咧啊雖然飲好多凍水嘅啊，但係個情況咧都係未好，同埋喐動個人咧會差啲咧，呢、這個就係白舌根啊 brownie 嘅症狀嘅、啊。如果啲人咧係比較肥肥。白白啊，个人咧系出汗多嘅，尤其头部出汗嘅啊，咁即系我哋叫做即系肥肥白白，个人咧系嗰个肉质系泡泡吓，咁、呢种嘅个人好即系好比较上都比较固执吓，中、意自己做搞掂自己嘢，大晚吞吞，咁呢种咧就系、是、碳酸钙啦吓 ，calcium 嘅人嚟噶啦，好啦。咁如果你遇到個人咧，就係、是、嗰個糞便好，個人比較好乾嚇，個人咧就暈暈頓頓嘅，同佢傾偈咧，就好似成日想黑眼瞓黑眼瞓咧。咁呢個就肉豆蔻嚇 ，Lux Moschata， 因為肉豆蔻咧係一個主要係醫嗰啲瞌睡症啊。有啲人咧就成日都好似哇忍唔到嘅，一定要眯埋隻眼要瞓低嘅。咁呢個咧就係嗰個肉豆蔻嗰個症狀嚟噶啦。好啦，當如果你個人咧係平時咧就係、是、比較上好敏準嘅啊，即係好勤力嘅嗰啲咁样嘅工作狂嘅人啊，咁呢个咧就去谂就马钱子啊，马钱子同埋嗰个白舌根都系嘅啊。咁尤其是咧，如果个人咧就成日解释俾你听咧，其实咧我唔系冇便意嘅啊，但我成日觉得想去，但系咧就硬系屙唔到，咁呢个就系马钱子嘅症状嚟嘅。好啦，咁如果系嗰、那个系个便秘系通常喺怀孕期间啦、啊，或者系经期嚟嘅时候咧，咁成日觉得咧。嗰、那個肛門咧，好似有個波啊，或者個結腸有個波啊，或者個嗰、那個子宮好似想順暢墜落去跌落去咧，咁呢個就係咩咧？係白啊個 sepia 啦，嗰、那個墨魚汁啦。OK， 咁就已經所講，如果啲人咧嗰、那個大嗰、那個大便咧好似即係成日出出日日咁樣，個人奀奀瘦瘦啊，好多汗，好多腳汗啊，好尖瘦嘅啊嘅人嘅體型咧。咁呢個咧就係嗰個積啦 ，silica。OK， 咁通常遇到呢個情況，用嘅用量咧，用一般用30 c 啦，一日三次咁樣。咁如果你發現咯，即係用咗三劑啦，一日之後咧都冇乜改變咧，咁就可以轉下試個療劑，即係可以好快咧幾即一日到得就到咧可以試噶啦。OK， 咁通常咧療劑咧嘅效果都幾快嘅啊。通常在幾個鐘頭咧，或者一兩日咧，都應該知道噶啦。OK， 咁但當然啦，如果你個問題咧係嗰個係條腸咧係塞住咗嚇、啊，或者真係個腸堵塞咧，咁呢個問題咧好可能咧係需要咧即係用手術啦，或者用要手去刮佢出嚟啦。即係嗰時有陣時咧喺呢個咁壞嘅程度咧，咁係比較嚴重嘅便秘啦。咁你亦都有陣時候咧，可以考慮咧，要醫嗰個整體嘅啊，整個人嘅情況。咁可能咧，呢個情況咧，你需要一個即係好嘅同療法醫生幫下你手啦。咁其實可能喺譬如我哋日常嗰個飲食習慣啊，或者係有啲其他嗰啲嘅營養補充劑啊啲嘢咧，都可唔可以幫到即係改善嗰個便秘嗰個問題咧？我相信第一時間一般人諗佢嘅飲水夠唔夠，係啊，一日三杯，一日八杯水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個好嘅習慣嘅，朝頭早咧飲杯暖水加啲檸檬啊，朝頭早起身就飲啦。咁當然咧食多啲生果蔬菜啊，尤其是日即係生嗰啲嚇，冇乜都煮熟熟曬嗰啲啦，食多啲完整谷類啊。嗰啲 brand 啊，嗰啲食嗰啲 muffin 都係咧，食嗰啲係即係高即係高纖維嗰啲啦嚇。咁亦都行路好好嚇，一日咧行佢即係而家好興噶啦，盡量行到8000步啊，或者10000步啊咁樣樣啊，每日去行下。咁亦都有啲人用啲嗰個vaccine 啦，嗰個
亚麻籽，亚麻籽啦，有啲系硬过嘅亚麻籽咧，嚟到当一种纤维粉啦。咁我哋都亦都有一种另外一个就 chiasis 啊，百叶籽。咁百叶籽咧系比较新啲啦，似乎咧比亚麻籽嘅功效更加多，更加好嘅。咁有啲系饮嗰个梅汁啦，系嘛，青色嘅梅汁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会买啲车前子粉啊，即系我头先所讲，呢啲都系好好嘅。咁当然咧，记住饮多啲水吓，呢、這个好紧要嘅。系咁，当然啦，除咗疗剂之外咧，其实嗰个碗肠水疗咧，系亦都系一个好最直接嗰个嘅方法，帮到大家个便秘嗰方面噶啦。咁麻烦阿袁医生啦，可以将头先你介绍嘅疗剂咧，再逐一咧详尽啲咁同我哋啲听众解释下，等即系。真的遇到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快脆找到适合的疗剂、好了，我曾经都、很快地、讲一些重点，我现在逐隻疗剂，逐隻疗剂我先介绍呢，就是那个、氧化铝，其实是 aluminum oxide 的、alumina、通常呢氧化铝的主要的关键症状呢就是没什么变异，即是直接没什么变异的、或者呢便秘呢是很严重到直接要拿手挖它出来的，咁亦都发现呢个黏膜呢好干嘅。咁仲有好得意呢，嗰、那个 alumina, 嗰个氧化铝个人嘅。那个人呢通常呢嘅脑筋慢咗，好似好多顿咗嗰种咁嘅情况嘅。咁同埋呢佢个便秘呢好多时候呢就係嗰个分辨好软嘅。都屙唔出嘅，都好软嘅。佢平时呢佢好鍾意食薯仔。食饭啊，食干嘅食物啊，呢个咧就系氧化铝个重心嘅症状。好啦，另外一只就系嗰个白舌根啦 ，brownia。白舌根主要系干啊，个粪便咧系好大、好硬、好干啊，同埋咧个肛门都好干啊，嗰、那个肛门嗰啲黏膜咧好干嘅。咁白舌根人咧比较上咧就系容易敏感啦吓，但系咧就成日都系即系好似心肿啊，工作狂嘅。咁白舌根嘅人嘅整体咧，都有阵时候咧，就嗰、那个、那个唇干啦、口干啦，饮大量嘅冻水嘅需要吓。咁、白舌根人平时嘅人咧就唔想喐嘅，喐佢唔多舒服嘅。时间方面咧就系、夜晚黑九点钟会比较差。咁啊中意咧系压住按压，有时咧系边度地方唔舒服咧，系揿住佢大力揿佢咧，佢会觉得舒服嘅。呢、这个就是白舌根嘅整体嘅症状。好啦，另外一只咧。就是 calcarea carbonicum 啦，就是碳酸钙啦。我通常呢出现喺啲婴儿、婴儿通常呢是肥肥白白啦，有出下汗啦，肌肉都是泡泡的，呢种好典型嘅钙型嘅 BB 仔嚟嘅。咁同埋呢碳酸钙呢好多时候呢就出现个便秘呢，就因为嗰、那个甲上腺荷尔蒙低咁、所以变得通常啲人咧会比较慢啲啊、瘦啲啊咁样嘅，白白净净嘅好啦，咁亦都系咧就系冇乜变异咁同埋佢冇乜变异得嚟咧，又唔觉得唔舒服嘅、即系有啲人即系冇得屙好唔舒服嘅、好似马前子啊、个白舌根啊呢啲，佢会好敏感，会唔舒服嘅。但系咧，钙型嘅人咧系佢。好耐都唔大便嘅，成三四日咧，但佢又冇乜投诉噶，冇乜唔舒服噶吓，咁所以咧，呢个一个好，即系我可以咁讲咧，佢一个好固执性嘅便秘吓，咁钙型嘅人咧，中意怕即系怕嗰、那个潮湿啦，怕冻啦，怕多喐动啦，佢平时咧最特别嘅地方咧，佢好中意食鸡蛋嘅，尤其是白实蛋吓，中意食甜嘢啊咸嘢都中意食噶啦。好啦，另外一隻嗰、那个肉豆蔻 ,nux moschata, nutmeg 嚟嘅肉豆蔻，个重心呢係嗰个肛门干嘅 ,ok? 咁呢就嗰啲粪便呢就算好软嘅粪便呢都要攞手去刮佢出嚟嘅。咁、个人呢就成日硬係呢就成日想黑眼瞓好似醒唔到嘅成日咁就你望落去呢个人都係即係溫溫顿顿啊，干干啊，口干啊，喉咙干啊，干得嚟咧，亦都唔感觉到口寒啊。个重心咧就系呢吓，个就好干，但系你个人温温顿顿，成日想瞓觉，成日想瞓觉。系好啦，跟住马前子 nux vomica 马前子，咁马前子嘅人咧就系咁嘅，佢咧就系想屙有便意，但系就屙唔到，咁于是乎咧佢就成日都好即系想喺度挣扎喺度攞，但系就屙唔出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一个重心。
即是想去、就但去不到、好啦，咁當然咧，佢嗰個糞便咧，亦都嗰時候會乾又痛啦，嚇、啊，咁令到個人咧係好容易好敏震嘅。馬前子嘅人咧就係嗰啲工作型嘅，啊，嗰啲 A 型嘅人嘅，啊，好搏殺嘅，啊，咩都係咧就要叻嘅，啊，咁好有即係好即係好誒嗰、那個好勝心好強，啊，成日要去同人打鬥要贏嘅。咁仲有咧，佢時間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凌晨三點鐘會。突然之间醒，因为嗰啲气胀到佢醒，怕冻个人中意暖嘅，但系佢平时食嘢咧，中意食好多啲好味嘅嘢啊，肥腻嘅嘢啊，油腻嘅嘢啊，嗰啲香口啊，同埋嗰啲系嗰啲辣嘢啊，有刺激品同埋饮酒吓，呢个就好典型嘅马前子嘅生活嘅方法。好啦，跟住咧就系墨鱼啦，墨鱼汁啊 ，Sepia 啦，咁墨鱼汁都系噶啦，冇乜变异嘅，几日都唔觉得嘅，但系啲粪便又大又干嘅。啊，咁好多时候咧，佢感觉咧就好似肛门咧，有嚿嘢顶住，有嚿嘢成好似有个波喺度嘅，就算屙完咗粪便咧，都仍然嗰种感觉，嗰种波嗰种顶住感觉仲喺度嘅。咁墨鱼汁好多时候咧嘅嗰个便秘咧，同嗰个荷尔蒙嘅不平衡有关嘅。咁所以因为墨鱼汁咧，好多时候咧本身咧就性冷感，即系对于性麻麻地嘅，咁主要咧同嗰个有阵时候咧就系生咗细蚊仔之后。就即係便秘，對性生活完全冇乜興趣嘅。好啦，墨魚汁嘅人咧，通常咧個問題會出現喺懷孕期間啦，中食酸嘅嘢，食醋啦。但佢平時咧就好中意去跳舞喐動嘅，即係覺得個人好，即係佢覺得人好似個人好即係好呆滯。咁佢唯一可以令到個人好似醒個感覺咧，就係、是去做好多運動。所以墨魚汁嘅人咧，啱啱瘦瘦咧，成日都好忙咧，去做乜運動，做乜運動咁樣，佢覺得會做得會舒服啲嘅。好啦，咁最後咧就係、是、嗰個直啦 ，silica 啦 ，OK， 直嗰個症狀咧就是、我話咧怕醜嘅糞便，即係話咧出下嚟又縮翻落去呢種怕醜嘅糞便啊，要掠掠掠啊，谷得好深地咧，先至屙到一啲即係硬嘅糞便嘅嚇。咁同埋咧，好多時候咧，就算屙咗之後咧，佢都未覺得好似屙唔清嚇，仲未得嘅。咁、通常咧，出現嗰啲小朋友 ，OK， 小朋友咁屙之後咧，就屙嚟屙去，真係好辛苦先屙到少少啊！啲糞便咧又即係縮縮下，走出嚟又縮下咁。咁仲有咧，好多時候咧，直嘅人咧，小朋友好多啲腳汗啊，亦都好多味嘅腳汗。咁佢亦都係中意食雞蛋嚇。咁即係呢度咧係一個同大家介紹咗咧，差唔多成七隻嚇，七隻咧喺同類療法，主要用喺嗰個便秘嘅療劑。嗯，好啊，唔该晒袁医生。咁头先都讲过啦，便秘嗰个成因咧都好多。咁最基本嚟讲嘅时候，你都话啦，系啦，饮水唔够啊，或者系嗰、那个个食物嗰方面咧，有啲纤维又唔够啊，或者系唔得平衡啊。咁有时候有啲人，当然啦，有时候听到有啲人可能即系真系话，哎呀，我其实最常见到就系有啲人就系话，哦，我已经食素噶咯，食好多蔬菜啊啲咩。咁但系纤维咧，其实我哋都有分几种嘅，即系唔系你单一个即系。植物类、蔬菜类嗰个纤维啊，咁可能就系足够啊，咁当然啦，亦都系亦都有机会系嗰个药物嘅影响之下啦，出现咗呢啲问题。咁头先提过嗰啲疗剂咧，系希望可以咧帮到大家。如果遇到呢个问题，或者系屋企人遇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呢个疗剂咧及早咧去做一个治疗。因为头先袁医生亦都解释过啦，我便秘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咁有啲人觉得咧，哦，屙唔到咪两三日先要屙咯，但系原来可能咧。都会引致到咧好多嘅后遗症出现嘅，譬如好似个嘅肠嘅肥大症啊，或者系塞晒个肠啊，咁需要去到用到一啲好严重嘅方法啊，做手术啊，或者要点样清啊啲咁，咁嗰阵时咧就真系个手尾更加长更加难。希望有大家预备咗一啲疗剂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可以咧做到一个及早之治，唔需要等到咧去到后遗症出现先至去搞嘅情况之下咧，嚟到保持个健康啦。当然碗肠水疗亦都是最好的一个呢是医治便秘的一个方法，用水来帮你大肠做运动，这个效果呢更加显著的。
OK， 咁今日多谢晒袁医生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嘅，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关于啲疗剂啊或者系健康产品嘅咧，可以联络我哋嘅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余生做一个网上会诊，可以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好，麻烦你余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